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随着跨境电商的逐步发展，除了欧美市场这个主流市场之外，东南亚、中东、非洲、俄罗斯皆成为跨境电商眼中的肥肉。 UMKA 中国区副总裁 Sophia 表示，俄罗斯消费市场与其他消费市场存在不同，想要在俄罗斯市场掘金，应该重点关注俄罗斯市场与众不同的魅力，深耕其消费市场现状。下一块肥肉市场，俄罗斯电商购买力惊人。俄罗斯市场的爆发力惊人，是一带一路沿线中购买中国制造最多的国家，目前已经吸引了全球速卖通、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的视线，争相掘金俄罗斯电商大市场。同时，不少国内中小卖家通过速卖通或俄罗斯本地电商平台或第三方平台进入俄罗斯。俄罗斯还是欧洲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8400万人口，16家是互联网使用者。俄罗斯 65% 的新消费购买行为都是在线上完成，这些因素都是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契机。根据数据调查，我们发现俄罗斯人是不攒钱的，莫斯科及周边人的薪资是1200美金。俄罗斯是一个福利非常高的国家，全民医疗免费，全民教育免费，国家给到俄罗斯人民非常好的住房补贴，像基本的水电、日常生活用品是非常便宜的，所以俄罗斯的人均购买力、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Sophia 提到，在俄罗斯，企业每个月给员工发2次工资，月初和月中各支付1次，以保证在下一次发薪日前可以维持优质生活品质。通过2016年俄罗斯全年网上交易额的统计中发现，109亿美金交易额中 78% 的订单来自于俄罗斯的本地电商，剩下的 22% 来自于跨境电商，其中包含了来自于中国、美国、东南亚的电商卖家。 UMKA 发现，来自中国的跨境电商只有不到 52%， 也就是说中国跨境卖家在俄罗斯网上交易额中占有不到 15%， 发展空间还是相当大的。俄罗斯消费差异化，手机端即将爆发。针对俄罗斯市场来说，它与欧美市场最大的差异是俄罗斯产品有自己的市场特性。另外，大零售商并不直接向中国采购，不像欧美传统买家在中国市场设国际买办。 Sophia 表示，在俄罗斯市场，我们会看到像服装、消费品类、电子等品类，俄罗斯的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第一选择一定是自己本土国家的电商平台。俄罗斯不同的家庭收入、上网采购习惯是不一样的，收入越高的群体更喜欢上网购物。俄罗斯的网店跟中国的店铺逻辑不一样，网店和实体店的价格不相上下，但是网店可以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像送货上门、售后服务，使得俄罗斯消费者不愿意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去外面购物。 38% 的订单是在周一到周四白天11点到晚上17点产生的，这段时间是俄罗斯消费者线上最活跃时段，也就是说俄罗斯绝大多数的用户都在上班时间购物，周末都是自己的时间，没有时间逛网店。 Sophia 提到，跨境电商可以根据相应的时间推送自己的产品。 Sophia 表示，接下来1到2年内是俄罗斯手机端爆发的时机，如果品牌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俄罗斯，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同时，想要真正进入俄罗斯市场，进驻的品牌一定要高质感，因为俄罗斯市场注重个性化、多元化，对产品质量非常重视，还需要完成合法的贸易环节，本土化需求，分析本土电商发展趋势，占领俄罗斯市场一片片。目前俄罗斯海关出台的新政策开始实施，再加上进军俄罗斯市场原本存在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例如语音情况、支付方式、物流配送、流量问题、推广营销等问题，因此俄罗斯电商市场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跨境电商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存在的诸多阻碍。
才能充分抓住罗斯电商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Sophia 提到，俄罗斯电商市场发展倾向多渠道、个性化、商务社交、特快派送、以手机为主要支付方式的趋势，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需要根据用户购买历史提供个性化商品推荐，根据用户使用数据的热点图 Heat Map 提供最便捷和人性化的购物体验，针对用户的需求定位目标产品并提供折扣优惠，以提高转化率。另外，在人口超过80万以上的城市，消费者对于快递的需求是比较高的，一般会选择一天送达或者送到买家方便取货的地方，以及方便买家退货的退货点。目前 UMKA 可以解决以上跨境电商在俄罗斯的五大困境，将由俄罗斯专业团队运营，提供俄语翻译、俄语800客服电话，针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中国直发15至30天，邮局网店自提 UMKA 1至3天送货上门。另外，使用本地化支付方式，买家卢布结算，卖家美元结算，通过本地电商巨头 Yandex、 Mark 加 Avito 强强联合，搜索引擎 Yandex 牛推广， VK 大 V 媒体博客宣传， YouTube 视频引爆， Big Time 入专业测评。最后， Sophia 总结说，这个战斗民族的电商市场正在蓬勃发展，而 UMKA 的愿景也是将更多优质的中国品牌引进俄语区电商市场，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用户认可中国制造，携手更多中国好卖家进击这个蓝海市场。